活动里边，我们录了很多的录影带，这些都还在整理，这些都是我们是全程录影哦。哦，所以说每个人讲的话，这里面都有，这里有那个哈、哦，将来整理好，还在我们的金门的电视台要播出。啊，中间有一个我们的戴瑞敏大使在那一天提了一个建议，就是说你们金门可以推动这个和平中的这个啊，敲响和平中这个推动这个议题，很保守。再次我们跟他哦，哎，各雄迟到。我两个人存一杯，一杯一杯就好了。录影存证，我先喝矿泉水了，等一下再补高粱。